咱无文化的人啊，我从小无读册的人哦，所以我十二岁就缀阮阿爷去头船哦，就是出来高顶的遐反弹啊，说袂讲话啊，你要炸了啊！还准高顶的遐爷爷遐反弹也是真啊。到第三日啊，我突然间咱就说伊遐出来巡房啊，遐山西的巡房啦，我突然间无台无地，我本啊也唔知啦，我倒咧啊，就是三日倒咧啊。无代无志就毕业啦，还叫车主任啦，还毕业人叫啦，伊个主任嘛，我面前咧讲我查房啊，我就嫌车主任嘛，伊个主任才挖一个头水，心肝头一打咧，你说你会讲话啊？伊全咧讲我奈人讲，伊说菩萨咧救你，无你是袂讲话，你记在你交给罗州十年啦，你断定是安尼啦。啊！我今年十一年啦，啊！我下是落第八年来做种狂飙啊！啊！我下阵哦要来做狂飙，我就常咧想，这菩萨要救咱，咱就救别人咯，咱就发愿心来救别人咯，唔忙直直要等咯，提供咯吼，唔忙直要等菩萨救咱，咱就咱就地位，就行咱的地位咯。